欢大家来到不会 sorry 的饭桌，先放松。想必啊，大家也知道啊，今天呢是我们的舒阳宝宝的生日，生日快乐！舒阳，大声的说出来，你的这个生日是谁第一个说生日快乐的？是谁呢？自己出来吧。我说的。那这个生日谁给你送的礼物呢？买吗？是谁呢？干嘛？但是我们成员里面的话，是加我第一个。有谁没给你送生日礼物呢？七哥，有这个，啊，就你们仨。哎，都不行了。我们仨怎么回事？干嘛了？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没点诚意吗？哎，怎么灯都灭了 ？A few moments later， 最近咱们刚刚发了新歌，咱们的卡路里。其实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创作在里面，然后也写了中间的一些 rap 的部分啊，对，然后其实我们自我感觉还是挺好的，不知道大家听感怎么样，大家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把好听在这个评论下面啊可以刷起来。有什么想聊的吗？就是在创作过程当中录歌的时候。我觉得录歌过程中这首歌非常的开心，因为这首歌非常适合你，就唱得非常的轻松啊，对吧？确实是吧，所以就录得很快。对，这就是他为什么第二天还要补一下的理由。是的，因为他第一天他唱让老师忘掉了，对，让老师忘掉了，你少唱了一句，然后他转天自己再去补。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这个录得太快了。这次我觉得这个 rap 词是我写的最快的一次。对，我在旁边有见证了。啊，对，我还帮他那个什么加了 backing vocal， 但是他没有用，我真的很伤心。不是，那个是 demo 啊，那个 demo 我用了。咱们卡路里这个歌的主旨是什么呢？鼓励大家减肥更有力气，而且除了减肥还有什么呢？就是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健康，自信又自律。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是经常会做的，我猜是平板支撑。哎，你猜的好准啊！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要在这个卡路里这首歌的时限之内进行比赛，获胜的组可以有加菜的这一个权利。啊，哦，就是两个人一组。好，规则如下。再需要两分，那就直接咱俩。OK， 行，你们俩，我们俩，他们俩。OK， 没问题吧？嗯。灵魂锻炼在腰，天天捧着一股劲，为了体脂能降低啊，胸蛋白吃胸筋，灵魂锻炼在腰，后退啊，对，那，胸蛋白吃胸筋，灵魂锻炼在腰，天天捧着一股劲，为了体脂能降低。可以结束了吧？还有坚持不住了，天，结束了。欢迎来到最好。练完宽肩练再腰，内心绷着一口气，为了体脂能降低。好，练完再吃些啥不？忘死了，太好了！我帮你们唱。太好了，结束了。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红红的发大粉筋，拜拜，老总别客气，拜拜。那我原本以为有人比我们还勇猛，没想到我们竟然天下无敌。你们第一名我们多长时间呢？第二名是1分30秒。啊，我们再多坚持，就差多坚持3秒就行了。那我们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不低。29。我们确实，黑龙刚说我们坚持30秒，然后没到，看来是高看你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约定好只唱2遍。确实，对，其实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一般都是也是2分钟以上的，没有。对，其实我们一般都是2个小时起步。两世纪，来吧，那我们第一名点菜吧，来吧，第一名点菜，点吧。你们先吃一会儿，我替你们唱一会儿。
那么现在我要唱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吗？会啊。听到马蹄声响起 ，Let's roll， Everybody go。让我走进你梦里 ，Hey，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Hey， ride with me， Hey，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Hey， 22岁离家出走，没人支持我。他们总是觉得小城市更适合我，现在我腰缠万贯，而你还在做梦呢，快睁大眼睛看看我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小人物不懂些神话，看看那些愚蠢的人啊，受过教育却不代表有文化，说是恶却却没有一个能大，没有天赋但你可以更努力，出师也不是天天只有厨艺，行动比说句话更让人服气，说到真的天空面前可以忽略不计。第二家 Prince Charming World 大哥漫画广场有没有？有。离开家去流浪，听到马蹄声响起 ，Let's roll，I'm ready for that girl， 穿过浓郁的森林，让我走进你梦里 ，Hey，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Hey，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都没你的天，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风就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一滴清晨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一滴清晨的蒸馏水。谢谢，不用谢。哦，这更好听哎。打破了梦一场，花开水平面假象，识破了我心里所有慌张，慢慢成一篇章，最后总潦草收场。情深意重是不合时宜的谎，星星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遥远又贴近，抓不住你的香气。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冷漠一笑而过，这是我最深情的冷漠，为你着魔无法诉说。我不应该慢热着沉默，假装的要好好生活，给识破对我来说是种解脱。将军的晚风口水干成雕想象，眼睛的灯光无法再将我们点亮，要明白有些事情不能总靠想象，带不了今晚继续喝到明天早上，看不到希望的人还在自言自语说着，得不到温暖的人还在继续坐着，他对着电话那头说着自己过得很好，挂断之后他又在被子里头哭哭了，不存在一帆风顺，偶尔也会去疯狂，尽管有好多人讨论着你是什么门户，慢慢也有了分寸，不屑于那些争论，所以我大多数的时候都会选择沉默，付出的一切难免最后都会化为落尘，就算整个世界空缺就剩我独自一人，感觉到肩上重了，心里又再次痛了，把委屈都收好，索性忘掉那些过程、yeah。
一个人漫无目的，迷失在晚风里。我知道后悔无期，但也不能逃避。迷茫的日子里，感谢能遇见你。究竟还要经历多少荆棘？也许该为我的选择清醒。那我们今天也是脱身而出，吃了这个好吃的好吃的餐，对。然后今天我们还是主人公的生日最重要，是不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快乐！